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的年终记者会曾提到，2016年的工作是打桩，2017年就是积极建设。为此呢，侨务委员黄世摩也期盼在总统蔡英文的带领之下，与全台湾的同胞共同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做更大的改革。我希望我们蔡总统所说的，今年是一个打桩的年，明年开始就要开始做很大的改革，我们期望他有做更大的改革，我们希望全台湾的同胞一起来支持新政府。